这一位参赛者呢，要模仿的是郑秀文哦。哎，是，他就是甘美珍哦，要带来的这首歌曲就是《不要惊动爱情》，欢迎他。美珍小姐，我觉得你唱歌可能太紧张的关系，今天唱的好像比上一次还中气不太足的感觉但是大体上还是不错的。如果能够加上一点舞蹈动作啦，或者他的这一方面的，我想会加分一点。是，今天表现的好像有点拘谨哦。是紧张了吧？是紧张了。好像来看一下今天的分数怎么样？来，等一下。好，我们的半决赛的第一位登场的参赛者到底获得了多少分呢？从我们三位评审的手中，好，75.2分，继续加油。好，紧接着我们的第二位参赛者要登场了，他是27岁的杨凯荣，要模仿的是刘德华，带来的歌曲是《冰雨》，掌声欢迎。在身边徘徊，你就像一个刽子手把我出卖，我的心仿佛被刺刀狠狠地扎，悬崖上的爱，谁会愿意接受最痛的意外？悬崖上的爱，谁会敢去猜？还是愿意接受最痛的意外？最爱的女孩。哎，凯荣你好。其实我还蛮喜欢你的音色的哈、哦。可是我在觉得说你在模仿刘德华唱歌的时候，其实我觉得你可以再更细腻一点，再更多 details， 再注意他更多声音的一些特色的地方，比如在假音的那种地方，他有一些特色。然后刘德华是个巨星嘛，所以他的肢体啊、服装这种，我觉得你在造型这一块其实也可以再配更多 details 在里面，好不好？谢谢，加油。怎么没想到造型上面下一点功夫呢？这是其实他演唱会的其中一个造型。
你是选最简单的是吗？你是懒吗？他有很多造型，干嘛就选这个呢？好，我们来看看他的得分吧。好了好了好了。好，我们的第二位参赛者模仿的是刘德华，获得了多少分呢？74.7。好，谢谢。好了，那当然你很喜欢的一波即中百倍奉还哦，在我们的广告之后就会登场了。是的，千万不要走开，我们稍后再见。我们节目还有千倍奖啊。好，送走了第一轮的这个百倍的幸运儿之后呢，我们现在要继续进行这个歌唱比赛咯。对，我们的第三位参赛者要模仿的是阿杜哦，他是34岁的郑志福，他的歌曲是坚持到底，掌声欢迎。17:17，在风里，在雨里，你的雨伞吹翻过去，我绝对毫不犹豫，为你披上我的外衣。是你让我看透生命这东西，四个字，坚持到底。生活回到一片狼藉，是你让我翻破爱情的谜题，四个字，坚持到底。我不管有多苦，我会全心全力爱你到底。志福，现在是半决赛了，所以当然我们的那个评分准则各方面会比较严格一点，可是你的实力是大家都听得出来的，刚才一唱大家就已经鼓掌了嘛，对不对？如果说像阿杜的话也绝对是很像了，可是今天我觉得你的水准好像比初赛来的稍微弱一点哦。你是生病吗？你有一点，有一点点，对不对？有一点音准不大好，可是请保持水准哦，然后稳扎稳打好不好？好，谢谢，加油。谢谢老师。好，当然这时候要来看一看呢他的分数是多少分了。模仿阿杜演唱这首坚持到底得到了多少分呢？恭喜你哦，79.2 是今天晚上最高的分数了，加油，希望你可以坚持到底了。好，那当然这时候呢在